干完活我娘就给做好吃的。好吃的。放点这个大肥肉，靠点荤油。大叶芹就得搁点肥肉，不搁肥肉不好吃。对。大叶芹炖土豆，就得搞荤油炖，香啊！看一下，这个大叶芹也是夏天时候自己整的。咱们西点饭打的，这个也。哎，这葱花一炸真小。这个大叶芹是我妈腌的，冻的话比这能绿一点，好吗？对，这就是腌的。对，成天米了。添上水炖就行了。这个东西不用多余的那个啥步骤，因为这个大叶芹本身就是咸的，然后就给它搞上，先炒肉，炒下来那个油，然后放点十三香，把这个菜放里边稍微一炒，倒上水炖就可以了。我也觉得这个紫盐炒熟了，或者是这样炒炸熟了好吃。对，后放那种花生不好吃。后放这个黄蛋，一定也是得放。这个肉都提前喂好了，对，颜色啥的都有，料吧。太帅了啊！快快快，给帅帅的孙老板。炒大一点还是嫩一点？炒大一点呗。对那个料好吃，对。出锅。炖土豆。
好了，吃饭呢。闻这味儿怎么样？老香，带青味儿哈。嗯。大叶芹炖土豆，紫盐肉片，山糜子蘸酱，一桌的好菜。哎呦，哈哈，吃饭。